身高182公分。但其实这个又是大比分的一个分数啊！澳洲队第九局还送给对方一个九时差上面的问题要去克服。哇，漂亮！他念的学校也蛮有意思。51号的第八棒左外野手，是。有这个称号，目前这个用国际赛来打响你的名号啊。不过我发现其实国内啊，进入到第二轮都会有做一些投捕之间的一个互用的这个动作。很多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都对捷克这个地方，好球了。Martin Music 是今天的第三棒打者，是捷克的指定硬了。回棒落空，冠军赛当中输给了美国队。来到了打击区，哇，在第一球打得非常的有守备的机会，对，声音非常扎实，前半段的这样的一个选手绝对有机会。这个球现在开始两坏球还只有一次，回棒落空，但回棒他被三振了两次，一次是速球，一次是弯打比赛的内容。好球。